还没有结束，我前面这一段空白是怎么回事？各位朋友可以振作点往前吗？拜托大家。还有最后一组，而且这组也很帅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站前面绝对不会后悔。今天呢，最后一组演唱为各位带来的呢是两位就是在 Nico Nico 活动的舞者，他们从2011年呢就开始活动。今天呢，那他们的表演呢就是通常是以非常帅气然后很利落的动作为著称哦。他们是翔叶以及猫弟两个人所组成的 Tragic Boys。 问号突然好，为什么前进了然后坐下了呢？不要这样嘛，后面朋友可以往前一点吗？可以往前，后面少女们诚挚的推荐少女们往前好不好？诚挚的推荐 From my true heart。 好，后面少女们真的往前一点，不要害羞，真的不会后悔，享受一下那个瞬间怀孕的感觉。好，后面的朋友可以在这边往这边前进一点点，那你帮我注意一下不要阻塞到后面的通道哦，麻烦各位多多配合，拜托嘛，往前一点嘛，哥哥泪流满面，我尽力了。好，两位接下来就靠你的魅力来吸引观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现场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Tragic Boys。是不是就跟你们说到前面来不会后悔？
还有，先不要走，还有。可以可以。哎，没有，谢谢，没有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Boy， 我是翔烨，我是 Modi。刚是我们的第一首曲子 ，Ghost Lulu， 是之前在 Nico 上很红的曲子。哇，然后我们是从台北下来的，但是高雄的粉丝可能会有点陌生，那到底是谁啊？这样，那。这是我们第一首，那等一下我们会演的一首也是一首很红的动漫，然后那个动漫是主角角色他们都是会使用超能力，超能力大赛，哎，没错，然后他们是年纪偏小会超能力，然后又是一部动漫已经很红，他是我问一下家里面最喜欢哪一个角色？我喜欢那个青的那个青蛙吧，我觉得他很可爱的。他什么能力为什么会让你喜欢？因为他看起来不怕下雨，所以很适合像今天的天气，还有昨天天气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每次出门就常常下雨啊，你发现吗？所以你会在雨中跳舞吗？哎，我觉得这样很热血，可是不会，因为我会感冒。哈哈哈。好吧。好，那接下来曲子就是很红的曲子。那如果有听过会唱的，希望大家一起唱，对，好吗？谢谢。好。Yeah.
大家好，我们是全局 boy。 啊，对不起，他先。那我是翔烨，我是猫弟，第二片的，我是猫弟。那如果今来，刚刚是我的第二首曲子，我的英雄学院 OP 二 design。对啊，如果我刚刚跳之前有猜到的同学，恭喜你，可是还是没有奖品，对不起。那、啊、可是还是恭喜你。啊，猫弟的猫弟的。没有，不能，那不能，这个也是米金的。米金的，可是真爱粉。那个米金的手，米金的那个毛巾，啊，米金的笔。那今天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高雄表演，对，很感谢，也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上台跟大家一起玩。那。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曲子，也是整场舞台活动的最后一首歌。其实当初听到我们是压轴的时候，心想完蛋不妙，会不会大家走光？还好，谢谢有大家都还在这边陪我们，谢谢。谢谢。那等一下最后一首歌是我们一开始合作以来就很常跳的，也很常表演的。如果之前有看过我们的人，应该对这首歌也不陌生。那如果第一次看到我们的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的曲风是非常电音的，非常适合在，如果把人声的部分去掉，只听 BGM 就很像在夜店开趴。什么夜店？你不要侮辱我。哦，没有没有。夜店是很，就是等一下我们那首歌也是前阵子很红的，然后它的那个风格就是很电音，然后就是很让人想要一起动的感觉。你没听就知道，真的很棒。那等一下是我们的最后一曲。最后一首曲子 Bibi Kase。
你们最后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吗？小精灵，谢谢小精灵，赶快宣传你们下一场活动。我没有啦，哎呦，好，自己讲啊。好啊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来看我们表演。然后下一次的表演的话，我是10月5号在高雄百乐门。那你在 Facebook 搜寻虎耀日或是猫地的话，都可以看到宣传活动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舞蹈，那回去可以找猫地或找祥业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，还有 YouTube 的频道跟 Nico 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再次掌声，谢谢 Tragedy Boy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CWGK30 的舞动音乐动漫 Party 的所有演出节目也到这边呢告一段落，非常感谢所有参加的来宾以及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希望下次有缘再相会，拜拜。